上回书说到，这一轮明月恰逢六月飞雪，霜打桃花，花落长安月如霜。这进京赶考的白面书生正是遇到了这深山入室修行的小狐仙。能不能说点新鲜的，这聊斋咱们早就听腻了，今儿说这一段客官您可就真没听过了。小二再与我温酒二两，且听书。月了乌江一举诀别闯离殇，十万兵赴也勾践刀刃如血映寒光。且眼望杀机重重，十万雄兵势如虎，乌江派楚汉峥嵘恰似汉水滚蛟龙。最无奈英雄气概空留余力缠绵塞，八千劫难逃一败，是非成败最无奈。一往昔一世清光，八千烽火照洛阳，最难逃儿女情长，书接上回出霸王。